let her go, please. No. 我跟你解释很多次，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说服你。因为我根本我就不信你的解释，我以为你得了重病，你不治之症，你现在不也好过了吗？ 是谁让小秋每天来哭的啊？是谁？是你吧，王立川！至少我没有让他躺在这边。小秋，tell me what you want to do. No. 兄弟是一顾客，麻烦你把你的电话留下来，我律师会跟你联络。又是你，谢小秋，你们太熟了。不用这么夸张吧，闭嘴。太过分了。Welcome to Shanghai。要不要那个师弟进来啊？对啊，你认识他？他是我同学，他还挺有钱的，咱们也来这里打工。 到这里来喝咖啡，后来呢看上一个男顾客，为了天天可以见到他，他就干脆到这里打工。就是他，全名我不知道，绰号 CK 君，就像 CK 广告里面的男模一样。只要 CK 君一来啊，收音机的出错率啊就增加了。心生爱慕，想接近人家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今天一定要说你一句。 别在这个男身上花太多感情，他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女孩一眼。车，我觉得你们不要在神话这里自吹自擂了。他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。普通人开奥迪啊？开奥迪的不一定都是车主，他可能是司机哎。那倒是。是啊。其实我们之间有一个小小的误会。什么误会？哎，何鑫，王先生不能喝酒，别为难他了。你瞧呀，这是我表弟小关。哎。 他是酒后翻译社的社长，你想玩？他是监管人的王子。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认为我就是一个司机，也许我长得就像司机。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哎，我以为你很需要钱，所以我才把所有的工作机会都分给你一半。我每天只赚5个小时，5个小时啊！我天天要赚生活费、学费，我还给家里还债，我恨不得每一分钟都变成钱。 王丽，说王大先生，你要是想找乐子，去别处，本姑娘不陪你玩。还有，你要是再敢来我们咖啡店，我借你一次破你一次咖啡。李轩，在我离开时，啊，小秋。 觉得你很奇怪，别的人知道我有晕血症，都跟我说要少碰红色的东西，只有你让我坐拖轮车。像我之前失去了一条腿的时候，我也是觉得很麻烦。你看，只要你肯花时间训练自己，很多的障碍都可以克服。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他就这样走了，而且我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自己到现在都是糊涂的。你也别太难过了，所幸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啊，刨去他出差的时间，应该还不到3个月吧。3个月的时间。
识一个人都不够，更别说相爱了。可是我们就是相爱了，爱情还会有假吗？现在才可以。会，我没有说要干嘛，是。其实我很喜欢你这样靠着我的，我会觉得你很需要我。亲人之间啊，就是应该讲互相依赖的。人生中的一些路，都是要靠自己来的。小秋，这世上的爱情都是靠不住的。靠得住的只有自己的努力和奋斗。你说的对，从今以后呢，我要努力，我要奋斗，但是我不会恨李川，我要等他回来，我要让他回来以后更加爱我。谢小秋，就是越说你越钻死牛角尖，越说越不开窍。好了好了，去跑步。走，走啦，徐小春，快点，朋友。李川，无论我们之间的黑夜有多么漫长，命运的波涛有多么汹涌，无论你离我是近还是远，我的心永远跟着你，我对你的爱。4年前就跟你说再见了，你为什么还不断写 email 给我？1500封，最短30个字，最多12000个字。一天一封信，最起码回一个吧。你真的病得不轻，在这里。你爱一个人呢，你就愿意为他奉献出你的幸福、你的理智、你的灵魂，因为你会发现，其实有些东西。比你自己的自我更重要，更强大。你哪丢脸了？我丢什么脸了？是我是喜欢王立川，我爱他，我以后还要嫁给他，这有什么错吗？你敢？他是很喜欢你的。没有吧？有没有一个大概30多岁，然后长得很帅，行动不太方便的人？他每天都有来往，只是不让我告诉你。我已经不再爱你了。拿什么证明？我要一直带，一直带，一直带到坟墓里。只是爱你的人会做这种事吗？这样是谁在爷爷身边，甚至其他的小蜜蜂嗡嗡嗡嗡嗡嗡嗡，拼命的活动，把你调回去。就别讲，人家现在是啊，董事长的秘书哦，大红人哟。那现在不是挺好吗？那我家里去。对啊，这次我找到他之后，绝对不会再放手。李川是不会跟你回瑞士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同意。这小秋是你自己推给上官的，我借他们开心。小鸟的瓜不甜。喂，你看这么努力就无用功，我也替你难受。你不要去光个子高，你情商也得高啊！你干脆把他一切说清楚，我相信他会理解，他不会 care 啊。I care。我告诉你，李川，虽然我笨，我一根筋。但是我绝对不是那种死脚蛮缠的人，他还让我幸福，你说我怎么幸福？我怎么幸福嘛？可以的，你可以幸福的，你就真的嫁给我好了。小秋想尽办法想让你离开，老天偏让你留下来。你说什么？你们不是要结婚了吗？结你头了，那是装给你看的了。
你就不能让一步吗？就是把小秋逼到什么样的地步，你才甘心啊？不是死了吗？都要躲着藏着啊？你就死在小秋面前，他也不会后悔，他也不会怪你的。就算你少一条腿，他也无所谓，你还能少他一颗心吗？他今年才20岁，我能耽误他一辈子吗？没事，明天见。拜拜啦！也许这就是人生，最炽热的爱，往往会遇到最冰冷的结局。尽管如此，我不后悔，因为我们曾经拥有过爱。如果你忘不了一个人，但是这个人却不能跟你在一起，你就把他的名字写在这个飞机的翅膀上，然后这样子掉下去，就很快忘掉他的名字。管用吗？不知道，没试过。沥川，你就像这只纸飞机，飞来飞去，飞去飞来，最后还是会落到我的脚边。我以为美的东西永远离我而去了，等待着我的只有死亡和腐朽，我却在你这里看见了久违的美，在你的眼中，我是如此可爱。哪怕爱情的波涛将我淹没，只要我能浮出水面，我还会不顾一切的去爱你。如果醒来的时候不能握到你的手，我宁愿天天与你在梦中相见。永远爱你的小秋。小秋，你一定要幸福。